不要再崇洋媚外舔了，别舔了，别舔了，舔的我都想吐了啊！来看看，你想想啊，你们最崇拜的那个美国的车，哎，猛禽，他都干不过仰望 U 八，完你们一个还嘴硬呢啊！附上，你看我舔的干净不？是不是美国的嘴好？来来来看看。轻松拿捏，这人太……哎，我有事先走了啊，你们慢慢玩。换一批，换一批。怎么样？仰望 U 八厉害吧？大力出奇迹吧？猛禽不行吗？是不是？还是个皮卡呢，至终在那呢。现在的问题是啥呢？很多外国人，老美，包括那个加州州长，都对那个中国豪华车百万级别仰望 U8 赞不绝口。很多全世界人都认可了。完，你反过来你呢？哎，我不认可仰望 U8 不好，外国的好，还崇洋媚外。你这不是公开打你爹脸吗？尴尬不尴尬呀？你说你舔的呢？哎呀，你最崇拜的美国他们都承认了，完你还不承认，你这戏是不是过了呀？我现在纳闷啊，到底给你多钱让你们这么颠倒黑白的大力宣传呢？完了还抹黑国产车。如果是不给钱自带狗粮的话，那你们可真贱。